没想到可莉的威慑力能到枫丹。枫丹的水下世界好漂亮啊，有好多没见过的鱼呢。要是在其他地方也能潜水就好了。对啊，我也觉得挺可惜的。那如果可以的话，你想潜到哪里去看看呀？离月港或者孤云阁附近。哦，我懂，这些地方要是有沉船的话，一定会发现好多好多宝藏吧。还有到期的珊瑚沟，水下一定很漂亮。海萌呢？我想想，你去了璃月和道七，那我就去蒙德的国景湖吧。那也不错，但正当你游着游着的时候，怎么了？突然发现有什么东西慢慢沉到了你面前。那东西圆滚滚胖嘟嘟的，身上花纹红白相间。你意识到了，这就是嘣嘣炸弹。被炸飞了。秋夏、乐泽、大秘境，这次的活动也可以说是可爱的爱丽丝妈妈送给可爱的小可莉的礼物了。可莉，快到这个灯前来。最近妈妈有事要忙，没法带你出去玩，不过妈妈有个朋友好欢迎你，邀请你到他家去做客。好呀，哥哥。是大大，荣誉骑士哥哥。就是骑士，小派萌是骑士身边的精灵，我觉得非常非常治愈，也非常非常可爱，希望大家也能享受到这个可爱的故事，喜欢这个可爱的版本。死亡不是生命的终点，遗忘才是。现在踏入战争之国纳塔的旅者，你是否还记得那些异度的凡人的？我一分钟被喷800，这就溜了。用来用去就这两招。基尼奇，快完蛋，快完蛋！这种破烂你居然想要？你是从小吃不饱饭，才这么点穷酸玩意儿？不拿就走，话真多。语音里面这俩人直接互喷了。是屁股会发光的虫子从天上掉下来了吗？才这么点光亮？我看你还没这只虫子亮。你再说一遍。无念，断绝。你有没有反思过自己不受人们追捧的原因？看着月亮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的时候，心里一定很苦恼吧？你一定是因为自己做得太好，才会让追随者们都想把你狠揍一顿。摘青蜜梅的时候，记得确认周围没有碍事的龙。你这只吝啬的绿斑点蜥蜴，斤斤计较的爬虫小气鬼！要不是我饿得前胸贴后背，谁看得起你手里那几个发懒发骚的破果子？那我自己吃了。你把我气红了。啊！阿乔真的是上古圣龙啊！阿乔是龙时代的遗物，他们是在某个神秘遗迹里签订契约的。这种契约通常隐藏着某种重大的代价。所以上个文明毁灭是因为降维打击嘛？但他攻击力太强了。是说基尼奇会死于非命？快告诉伟大的库胡拉阿乔，哪一天什么时候到来？您真是完全无法教化的混沌恶徒。和您一比，我们深渊教团也被映衬得雪白纯洁。狂妄的黑雀，你不是给他找了老师吗？怎么还是一副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样子？没人有资格教育伟大的圣龙库胡拉阿乔，没人。可能因为我没有过派蒙这样温柔的伙伴。你是在夸奖我吗？基尼奇，你这个难以敌错误就能淹死的小小飞蚁，与伟大的圣龙库胡拉阿乔相比较，找你死了！我一定要拿你的身体为非作歹，换你后世如你名声，让你。不过没想到在纳塔还能碰到渊上。看起来你认识。就只是如此冷淡的关心，我以为我们会带着一丝久别重逢的喜悦，互相道声嘿，好久不见。你在说什么鬼话？是不是最近情感文集看多了？看来你这几天对阿乔的教育没什么效果。这也是理所应当的吧，不然深渊教团干脆改名深渊教育团好了。你这家伙就是这么让人喜欢的，但是也不要太小瞧我这文员了。打我肯定打不过你们，但论逃跑，我可不会输给谁。好好记住我撤退的样子，下次再见面
麻烦给我多一点尊重。我算是明白绝区灵为什么是十六家了，首先是放飞自我的配音。这些贼人一定要明天计较。没错，在山里我能听到各种各样的叫声。哦，店长你总算来了。这是雪豹。这是舍利。 Fairy 或许他有办法。你们说什么？不是不是，这里没有那种东西。这是可以说的吗？还有各种违法操作。你们回来的也太快了吧，该不是又闯红灯了？我们只是经过了普通绿灯以及二之为二五五的绿灯。二之为二五五的绿是什么样的？和你的夹克一样。哥哥你怎么突然回来了？ HDD 和空洞内的连接断开了。不行啊，能用的办法都用过了，还是没办法恢复连接。接下来只剩下一个办法了，重启试试。不是有这样的玄学吗？ Fairy 我们两个必须好好谈谈。是必备的说新人坏话环节。哥哥心真大呢，这是很严肃的话题。怎么样 Fairy 能做到吗？请说。我真笨，该早点拜托你的。我真笨才怪。来欧斯利的传说任务过于搞笑了，我们可以去破烂骨头商店看看，我印象中那边杂七杂八什么都有。哦，你怎么知道我在盘算什么？等下，金发的外国人加上一只会飞的白色姜饼人。哎，我跟你讲，外国也不好玩，这个好玩的，这个好玩的，好玩的，我跟你们干嘛？嘿，新来的。这叫我吗？没错，像我一样深呼吸，然后把所有的声音都放出来。我就是灵娃下的狗。这是我每天为自己打气的办法，我还有好多朋友都觉得它很管用。大早上的你叫啥呀？你个傻。违禁品是什么？不会是很危险的东西吧？哇，有摩拉、小零食、毛线团、绳子、机器零件，还有宝石，收获好丰富啊！那我看看，就它了。这个黑黑的宝石，一看就是高级货。我不要了，我不喜欢这个，换一个吧。这个石头很奇怪，拿起来之后，我就想起来很多不开心的事。原来如此，那你来试试吧，我想他对身体应该没有坏处。